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今天向日葵要去参加公主与王子的婚礼，小朋友们快跟我一起出发吧。要先准备为公主制作礼服。制作礼服需要先量一下它的尺寸，用这个卷尺量好之后再记录一下。再来选择上半身要什么样的款式。接下来是裙摆。这个裙摆是鱼尾裙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。小朋友们觉得这个怎么样呢？感觉很活泼可爱。袖子要选择什么样子的呢？还有其他的呢？这个公主蓬蓬袖，裙子的颜色选择哪一个比较好呢？这个淡蓝色的怎么样？接下来配上一个花纹，还有其他的款式。浅蓝色跟裙子更搭配。这里是腰带，这个漂亮吗？宝宝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公主的衣服。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款式。换上像水晶鞋一样的鞋子。公主换上了漂亮的裙子，她也非常的开心。手上戴上一个什么样的呢？选这个小小的，露出公主长长的手指。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捧花了。皇冠还没有换呢，在这里选上一个漂亮的皇冠。要去举办婚礼了，铺上地毯，还有拱门，旁边摆上一些花。公主就要来了，放上好听的音乐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
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